假设啊，天边哎有飞机，有太阳或者什么，就看看这儿，然后看看这儿，慢慢的就这样。然后我干的事就是在大概这个角度这么转，转一圈。但你永远不要低头看镜头，就大概这个意思。这是最复杂。黄大师，又走了。也没有完全。小伙伴们好，我们来到了三 OC 当趟拍一个街舞的片段。现在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我们先别跳了，就是下雨了，就是。就以示。或者我可以，就是他在那跳的时候，我可以稍微可以跟着一点。我这在系鞋带。一帮小妮就来下班过来了。在雨中奔跑的上班族，那是三妮。救命！这个雨好大呀！雨好大呀！你们太皮了，出来拍东西还要下大雨。先车里躲一下吧，先车里躲一下，有点大。嗯。现在雨越下越大，有几个人现在在车里避雨。我和黄大师在这里学习布光技巧。就闪光灯嘛，一闪就闪，一闪就很容易。很开心的哦，看他的狼狈。那明泽给你试试镜头背景，干嘛？哦。越下越大，现在我和黄大师在老秦的车后备箱躲雨。刚才下了一场大雨，我们在车里等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太阳终于出来了，我们开始继续拍摄。那你这个是咋卡在机器上的呀？完了，物理老师，对不起。歇了挺久，都在下雨，现在有点冷。我们暂时结束了。我们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这位从东部来的先生，转战了。当趟的另一个位置拍下一个镜头。没有，你可以介绍一下。
你可以在收尾的时候，你看天上有飞机。他一直不让我拍。我不想让他直播呢。哦，对你爱爱爱不忘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